遇到一个是射手座的，射手座的过年。过年我们除了我还有谁？过年好，过年我们那个收到这个开运物品都会很开心嘛。哎，我就收到了，哇，好精美的外包装，一打开不得了了，是一只蟾蜍，咬钱蟾蜍哦，咬钱蟾蜍，琉璃的吗？哦，史上咬钱蟾蜍一定是三只脚，如果你们买到四只脚的，就是被骗了。是，对啊对啊对啊，任何咬钱蟾蜍都是三只脚的。对啊，对，四只脚变青蛙了。青蛙，结果呢？然后呢？也因为我看他也是这个啊，外表看起来也是衣冠楚楚的样子啊，所以呢，我还记得在那个新年聚会的时候呢，我跟他特别热络，我想说，哎，会不会来年呢？他有什么好的 case 要给我？所以呢，以至于都忽略别的朋友，跟他有说有笑。那朋友偶尔还跟我抱怨说，哎，你不要那么势利啦，哦，跟他那么热络，你都不跟我们多聊几句。好啦，带着那只咬钱蟾蜍回到家里面，然后打开，然后就放在那个酒柜里面。好，然后呢就觉得说，嗯，这个可以为我带来好运。那有一天呢，我老婆在清理那个家里面的时候，东清西清，哎，这蟾蜍然后拿来把玩一下，那一看，她突然惊呼一声 ，OMG OMG OMG， 啊 ，Oh my god， 哎，就是 Oh my god 的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怎么背面有写字啊？我说背面写字也很正常啊，应该是他落款之类的。结果他背面写什么？国泰人寿，祝您健康。国泰人寿，祝您健康。哎，那就表示他也是正品准寿。这是第二个奇怪的礼物。